38岁啊、有一位太太跟一位儿子5岁啊、我通常的这个一般上的工作呢，是一位声乐老师跟钢琴老师，平常都是在家里面教啊、除了在家教呢，也有去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授课，特别是声乐课。这次非常开心能够啊、被邀请到与华乐团一起的合作。啊，来演出，啊，这是让我非常觉得、啊、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啊，自从啊我读音乐的这段日子里面啊，通常我都是跟所谓的交响乐团或者是钢琴配搭，从来没有跟这个华乐团合作过，所以这次呢是我人生第一次非常特别的一次的经历，也让我觉得非常开心。那这次呢，我所演唱的这首歌啊，很特别，其实是属于这个西方的一个经典的歌曲啊，叫做《What Is a You》啊。我本身啊是非常喜爱这首歌，可是这首歌跟这个啊东方的传统的华乐啊配起来是一种的效果呢，我觉得是一种中西合并的一种的啊很美妙的一幅图画。在这个感觉上我觉得非常的特殊，因为呢我们能够把西方很好的东西跟东方最好的其中一个就是华乐能够配搭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让我非常觉得在当中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我所要呈现的这首歌啊、是叫 What is a Youth，是从这个Shakespeare's 里面的一个关于 Romeo and Juliet 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首歌，啊、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歌，盼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动听的歌声跟啊、华乐所带起来的非常美妙的音乐。
Hey!